谢谢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庄智渊爵士三重奏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到此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们现在八点钟的时候呢，在 CNB Block 的 B1 也有爵士电影的播放哈。那如果说您有想要听另外一场演出的话，我们在士林广场的部分目前也有马来西亚团的演出，请大家可以以光速的速度和前往士林广场这边，前往去观赏去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告一个段落，那也希望大家明天的